我想请问一下，我另外一个儿子他的眼睛有弱视，是2012年属龙的，请问他的眼睛需要多少张小房子才会好呢？115张。115张。对，我告诉你，他这个眼睛啊，也不是近视眼，他是远视眼，放大镜一样的，嗯。对对对，他就是远视加上散光，很严重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我看得很清楚的，所以这个东西跟他的前世也是有关系的。哦，是他前世业障，这样他身上有灵性的吗？不常来，不是蹲在他身上的，晚上会来，他有时候晚上会害怕，明白了吗？哦，那个比较小的儿子，他晚上会比较害怕。对，就是这个，明白了吗？哦，这样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？眼睛是115张，像这个不常来的灵性要。就是115张里边一起的。哦，就是115张，是的。好吗？好了好了，好好念经。